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 ，Hello， 5月24日嘅啤李漫步，咁我个喉咙咧其实都未好翻晒嘅，咁但系翻到嚟咧食咗呢一个陈皮白肉炖柠檬，最重要就系呢个玻利维亚柠檬酒咧。就好好多，咁今日就係、是、都係差啲，因為我今日唔記得帶啲成藥，就喺、是、日本買翻嚟嘅成藥啊，係嘛？咁、那個成藥咧，佢幫到我最大係咩咧？即係過去嗰幾晚咧，我夜晚咳不能眠啊，即係日久其實咳都有嘅，但係就唔係好嚴重，就是、夜晚咳得咳不能眠。咁但係嗰個成藥一食咗之後咧，哇！我就真係可以瞓得著喎，真係瞓成晚喎，咁我都係 OK 嘅。OK， 好啦，嗱，今日咧當然啦，咁話 Walker L 會繼續上嚟，即係。補做翻琴晚，因為我唔記得咗呢個人嘅簡直 ，OK 嘅《同袍萬里人》嘅第八集，咁啊，因為之前我哋做咗五集啦，咁我離開香港咧就應該有三個禮拜四，第一個禮拜四就阿 Victor 就唔舒服啊，應該 OK， 咁啊做咗兩集，所以今日應該係第八集，咁究竟佢帶我哋去邊度咧？我都唔知賣唔賣關子，好有可能已經上個禮拜講過，有冇講過啊？冇啊 ，OK， 咁但係我哋係會收到即係大量網友嗱，我就睇過啲WhatsApp 啦。當然啦，佢而家咁樣即係要求嘅，就唔代表到時真係會嚇。咁、其實足以咧開兩團40人團，或者一團啦，兩團40人，兩團多啲啦，即係兩團另一個，咁你又好難計。係一個開個團俾佢㗎，即係足夠開兩團另一個或者三團啦嘅國內遊歷團。咁我未同我 Victor 講嘅 ，OK， 亦都唔知佢得唔得閒帶團啊，亦都唔知有冇呢個牌添。嗯。Okay， 不過我就問下佢啦。我覺得多數都會續個牌，好似個地產牌，我唔做，你都會繼續去俾年費續噶嘛。即係譬如你阿正，如果就譬如你有個會計師牌，即使你唔做會計師，咁、你我照計你都會照計照俾個年費，即係 keep 住嗰個牌嘅。OK， 咁啊睇下點樣啦。咁當然啦，最關鍵嘅就係我而家係三無人士啦，即係我又冇身份證，我又冇特區護照，我又冇回鄉證，咁就係比較難搞啲嘅。咁我會申請嘅。因為好似今次啦，我喺呢個曼城嘅中國領事館嘅待遇，咁啊據講早舊年啦，中國領即係有啲人唔生性啊，走去中國領事館示威，俾人拖入去打喎，咁撚串喎 ，OK？ 仲要到嗰啲人啦、啊，嗰啲人唔係話翻大陸咩？自己走咗嘛？係啊，但係嗰啲職員先係咪全部送曬去咧？即係射眼佬啊，射眼龜啊！但係嗱，我一定會講嘅，但係我未講到嗰度啊。其實我好想偷步講嘅，慢慢嚟。喂，我嗰個遭遇啊，係即係令到我真係我有啲感覺，唔係我有啲感覺係咩咧？係我哋睇緊八九十年代咧咩警察故事之類嗰啲電影入邊喺離島，即係長洲啊，或者大嶼山啊嗰啲差館。嗯。咁你諗下係咩情況啊？佢哋個工作態度係嘛？咁但係我又唔講得太多，大家知道我明白㗎。我又愛國又愛黨又愛香港，人哋又咁幫手。如果我而家流落呢個歐洲做，要去揾埋嗰啲土耳其嗰啲啊咩咩嗰啲另外嗰啲嗰個咩吉卜賽啊嗰啲，佢爬人哋嘢㗎啦，要做小偷㗎啦。OK， 好啦，咁我哋等我哋嗱嗱聲啦，等埋 Victor 上嚟嘅時候咧，咁啊可以即係都要問下個正主而家喂。老實講，帶隊，屌你東南西北，我先啱啱因為呢個節目咧，即係教學雙長啊，我終於搞清楚哦，原來中國係咁樣嘅個版圖。你知啦，我哋都係睇版圖啫，我哋唔夠膽睇邊界嘅喎。因為你問下都賴嘢噶嘛，有時 OK。咁啊咁我其實我後來諗清楚，我最遠嘅地方咧，我應該其實都唔係啊，都應該係肇慶最遠啊。因為我都唔知係咪可以叫北上咧，即係講北上似乎係咩？北上啦。肇慶遠啲定中山遠啲啊？肇慶。哦，咁我最遠去過肇慶，因為中山喺嗰邊嘅，喺我內心澳門嗰度嘅嚇。我最遠去過肇慶。嗯。啊，咁肇慶對我嚟講都係好有感情嘅，因為我又睇嗰啲咩七星岩，即係入邊個洞入邊咧，入邊個洞入邊啊，有啲綠色燈啊，粉紅色燈，好似馬欖咁樣嘅。即係嗰啲中乳石啊，咁啊但係佢又唔係咩喎，又唔係桂林喎，唔撚同嘅喎。咁啊食個五毫雲吞一蚊雲吞啦，哇！五毫雲吞屌你咁撚大碗啊！咁嗰陣時係講緊幾時啊？1980幾年，88年啊，仲講緊咧，每人都係奮鬥
拼向曼聯股啊！哇，曼聯換呢個 term 啊！而家你拎個曼聯出去俾人屌你啦，行緊開啦，啱唔啱啊 ？OK， 好啦，咁我哋講下啲本地新聞先，呢個第一節。咁啊，呢個我哋都係預期之中噶啦，但係我咧就真係覺得咁樣唔係咁好啦。嗱，就係呢個垃圾徵費先行先試計劃嗱。環境及生態局咧就向立法會嘅環境事務委員會咧遞交文件入邊咧就冇交代到，因為月底即係仲有下禮拜咯，就冇交代到個計劃係咪如期喺八月一號度舉行。而同一時間今日咧，即係包括啊環境局呢一交俾立法會呢個文件啦，入邊個文調啦，同埋啊民建聯自己又做個文調啦，都係話有六七成市民咧認為係擾民。嗯。啊！認為唔應該喺八月一號度舉行呢、這個啊垃圾即係正式正做咗個垃圾徵費。咁我諗我哋喺一兩個月前咧就已經即係我哋唔想用呢個字睇死佢㗎啦！屌你老味，使再作文調啦，都唔會。咁我哋唔想用呢個字，唔好咁樣。我哋即係盡量要保持中立同埋持平咯。即係老實講。當年阿朱鎔基總理前總理話我哋咩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喂，屌你咁搞十鳩幾年嘅咯呢單嘢，十鳩幾年嘅咯喎，終於阿朱凱迪上嚟嘅時候，喂，搞好啦，去啦，去馬啦，嗱，然後咧嗰啲咁嘅搗亂，嗱唔好聽嗰啲人亂講啊，嗰啲搗亂嘅立法會議員咧，全部唔喺個議會入邊，就係嗰班即係嗰班唔好用我又唔用保皇黨啦。建制派務實理性嘅愛國愛黨人士全部投票贊成啊嘛，投票贊成咗之後年幾兩年，咁多時間俾你去推敲啲細節啊，整準備啲文件啊，去宣傳啊等等嘅嘢，做過乜撚嘢？結果而家咧嗱，真係冇人係從原則上面反對呢、這、一個，即係起碼係我見到呢啲報道啊，反對呢個垃圾徵費嘅，但係咧。即係包括民建聯啦，包括嗰啲受訪市民咧，都要做多啲教育咯，等啲市民知道垃圾分類。屌你老母！喂，垃圾分類咗十鳩幾廿年嘅咯喎，咩紅之賓州南春袋嗰啲咁樣。我嗰個三色回收嘅。都咁都係啊，即係都叫做分嗰類啦，已經。喂，屌你咁你真係廢到你真係唔識講，而且係嚴重打擊個政府嘅威信嘅。老實講，係有你覺得有冇打擊咧？政府都冇威信。啊嗱，你又講得。你可能他們就想到這一條點嘛，但老實說如果還有威信他又會有打擊的，但是沒有嘛，負資產來的，所以他隨便吧，不要再搞那麼多事啦，不然再被人屌，是這樣被人屌，我真的覺得很淒涼，但是呢，那個，你又不想開心得住，這個是垃圾徵費的，那個去數，即是那個呢，走數，走數啊，但第二階段應該不會推了，又是啦，那你現在第一階段大家覺得怎樣呢？麻糕粉屌你咪唔方便咯，係嘛？嗱，好在我就暫時未有咩受影響，因為到今日我呢兩日嗌外賣咧，我嗌開嗰間咧，佢仍然啊，都係俾開我用開嗰啲架餐我，甚至乎嗰個碗咧，嗰個碗佢之前用發泡膠㗎，係，而家就用膠碗，膠碗好似係走數入邊嘅 ，OK， 大濕蟲㗎嘛，即係可以㗎嘛，佢用咗膠碗。咁我咧都好撚驚，我啲湯咁熱，會唔會啲膠有啲味？又冇乜喎，咁啊 OK 啦。你唔好總言之，唔好麻煩到我，唔好擾我。我係民 ，OK。你話可以話我係刁民。至於還唔還到嗱，大家聽住我講 ，I don't care，I don't fucking care。因為你俾夠我九十歲命，我都翻三十幾年啫嘛。喂，下一代關我諗事啊？諗到咁諗多係嘛？我唔會去特別嘥嘢，即係你話屌你專登屌你咁樣係哇，垃圾袋都用多幾個，嗰啲我唔會。啊！我自己譬如買完嘢有個膠袋，哇！我屋企都好，反而我老老實實喎，因為唔好嘥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屋企好多膠袋紙袋。點解正常人全部都有？係好多喎、啊，因為你冇理由用一次就唔用噶嘛，係多到不得了。咁我其實而家都有個習慣嘅，就係、是、咧，因為我揸車比較方便啲啦，就係、是、擺一兩個，未必係collapsible 嗰啲啊，可能係即係屋企嗰啲膠袋紙袋咧，擺架車度買諗住買嘢，譬如我要買洗頭水。喂，咁我泊架車，譬如揸車就計啦，泊架車喺個藥房門口，就攞個袋落去。喂，我雖然我唔係好即係嗰啲精忠環保分子，喂，我覺得我身體力行過好多嗰啲咩環保少女啦，係嘛？我咪將個膠袋再用咯。最弊嗰個膠袋我可以用十幾廿次喎。係嘛？咁你諗下，我可以用十幾廿次，我就慳咗十幾廿個膠袋啊。喂，老實講，
即係我心中冇環保，但係我正正就體現到環保，我就係環保人，環保馬。哇！勁喎，環保馬。喂，我係反，我係絕對環保嘅人嚟㗎，你都明白係嘛？屌你老尾！喂，嗰啲膠乜膠嘢，我哋係唔用嘅。好啦，嗱，咁啊，文件話即係呢個環境及生態局啊。屌你老母！呢個借展還我係令我收工翻屋企啦，真係幾廿歲成頭白髮，屌你咁都冇嘢做嘅你，整個垃圾徵費都屌搞到咁樣，跟住嗰個走數又分分鐘真係走埋數，第二期啊，屌咁點搞啊？好啦，咁啊更加喺而家呢個時候啦，本來仲喺度猶豫，都係諗下啊點樣嘅時候咧，喂嗱嗱聲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因為衰我啊嘛呢排。大家知道需要什麼、好了、他說在14個試點裡面於指定袋的使用率呢在這14個試點裡面呢都是介乎兩成至到七成不等，即是最厲害的那個都是七成人用的、但是兩成那你我未有看過文件、可能兩成有 86%， 三成有 2%， 四成有 1%， 即是都不定不知道、okay? 好了，而問卷訪問750名匿名的持份者入面，包括兩成試點的居民、六成的試點的商戶和七成清潔員工，基本上都是反對的。商場商戶認為在經濟差的情況下實施垃圾徵費勞民傷財，物業管理公司和清潔承辦商就認為會搞不定，因為點解呢？譬如好似清潔工姐姐他話咧，而家基本上多一倍時間嘅，好簡單咁。以前收，而家咧指定袋、普通袋要分，起碼要倒多一次。咁於是乎要 OT 或者再請人。咁啊，物業管理公司同埋清潔承辦商咧就話：喂，增加營運成本，佢哋唔緊要㗎，啊大不了就反映喺呢一個即係管理費上面啦，或者清潔費上面啦。咁係咪真係勞民傷財啊？喺呢個環境底下，即係正如我哋最初講，喂。就算你夠曬宣傳、夠曬教育，係咪揀個好啲嘅 timing 咧？太平盛世，屌你股市真係上到而家好似18000幾、19000幾，上到，我哋低要求啲，上到25000點嘅時候先搞咧，係嘛？即係你合理啲啊嘛。好啦，咁啊，喂，喺調查之中咧，大部分居民都認為呢個計劃係擾民嘅啊。報告亦都計算咗唔同試點嘅平均垃圾棄置量。商場三毛大廈的垃圾棄置量是沒有改變，沒有改變，屌你們有少少減低我都厚一點，是吧？沒有改變，垃圾袋不收錢住的嘛，那你有改變，你收錢的時候就可能會有改變，是的，好啦，但是又會不會是他專門這樣沒有改變就下台咯，可以，兩間院舍呢，就減少了一成，最多兩成，嗱咁即係話，咁你諗下，你咁無民傷財，然後減少咗一成兩成喎，公營房屋同埋私人住宅都係減少咗一成，咁你話即係等於我哋成日講咯，喂，幾條行人天橋17億有冇問題啊？咁又冇問題㗎，哇！但係原來快得一分鐘嘅喎，咁何必咧？即係咁嘅道理啊嘛，好啦，嗱，我哋呢度唔好講啦，即係總言之咧。咁啊，下個禮拜一咧就會有個立法會，咁啊正式審議呢條咁樣噶啦。咁啊，我相信都到時有消息噶啦嚇。好，另外即係民建聯亦都話做個調查，六成市民唔使講啦。而家做唔做調查啊？仆街，一面倒先真係做。一面倒見到咁嘅環境，唔係其實民建聯又公道啲，佢比較早之前已經有啲口風啊，哎呀係咪要考慮啊？點點點？不過喺今日先公布個調查就叫做即係助攻啦。如果俾我上年已經反對啦，咁啊唔得啊，佢投贊成票添好啦，嗱呢啲嘢就要講，即係偉大英雄本色，好撚嘢。我講緊呢個係林定國，所以咧佢個名字老豆改得好，叫定國定啊，好過振英喎。都是的。布林肯說會考慮制裁破壞香港自治的人士。首先呢，早前較早時候呢，已經有一堆議員了，不同即是跨黨派啦，draft 了一份49人的制裁名單，大家應該講過，即是看過我們講過的新聞，包括很多人啦，是吧？有什麼
啊、林定國啊，咁啊冇個李家超份，因為李家超已經 already 被制裁啦、嗯啊國安委秘書長歐志光啊，警務處長蕭澤怡啊，張舉能啊，話基督徒張舉能。咁另外咩？杜麗冰啊、胡亞文啊、蘇慧德啊、羅德全啊、陳廣慈、沈志偉、郭偉健、鄭念慈、陳仲恆同埋呢個啊檢控專員楊美琪啦、啊、周天恆啦、啊、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娟等等等等，49個人就被美國呢班咁嘅政棍啊啊認為佢哋係咧即係破壞香港自治。咁當然啦，我哋從即係啊，即係我哋一定係跟翻個主旋律啦。喂，呢啲制裁行為當然係違反國際嘅基本原則㗎啦，啊，咁違反咪又點咧？而家美國佬違反咗啦，佢都未正式話推行。嗱，而家布林肯話會考慮制裁，嗯，林定國雖然話未驚過，好，嗤之以鼻 ，OK， 亦唔會影響我。同埋律政司嘅工作，佢都唔講其他個犯啦。佢話絕對對我係絲毫無影響，對律政司嘅工作係絲毫無影響。當然佢亦都譴責呢、這個即係、就是、美國嘅啊，即、就、係、是、霸權啦，係話違反呢個國際基本法嘅原則啊，唔係基本嘅國際法原則啊。首先我唔好講佢講乜事先，即係講如果美國佬話要制裁你，你驚唔驚？唔驚喎，你唔驚反而？梗係啦，我都好撚驚。我驚去美國啫。嗱，我唔去美國嘅，但我會使美金噶嘛。啊！佢勾都咩啊？只要你睇嗰啲人生勾都冇事，又唔制裁埋我屋企人。唔係啊，嗱，即係各有各諗啊。咁如果佢真係制裁我，咁當然我覺得佢一定有道理啦。啊，我唔覺得佢制裁我啊，但如果制裁我，我會驚嘅喎。我會睇下有乜嘢。即係代價啦，即係譬如我原來屌你咪，佢哋真係外國嗰班友大英雄啦，所以話佢哋啲制裁太流啦，你制裁屋企人先得噶嘛。唔係啊，咁你即係咁先可以驚下啦嘛。你又唔知嘅一步步嗱，你而家咧你唔開得銀行卡，嗯，咁啊係幾唔方便嘅嚇，咁、啊、但係會唔會驚咧？都唔係好驚，我成日都攞住咁大個 cash 啦，啱唔啱啊？咁你話？佢個制裁而家嚟講啊，我亦都可以，譬如話有啲去歐洲，我用 debit 卡，譬如咁講，咁、嗯、我咪叫人哋同我開張 debit 卡咯，即係人哋開張 debit 卡俾我用得咁把特當把特通咁用啫嘛。咁、嗯、啊，你話喂我好唔方便，係有啲唔方便，但係就未至於驚。但係如果你話連埋我，喂累到我仔，譬如我仔，我唔知噶嘛，或者屋企人，係啦，屋企人，我想轉啲即係資產過去都唔得嘅，又或者喂咩啲啦，係啦，喂咁我就要睇代價啦。嗱，原來我喺呢份工，因為我冇佢哋咁愛國噶嘛，嗯，原來呢份工咧係啊屌你三百萬一個月嘅，咁都冇辦法啦，俾人制裁下，係嘛？你話如果呢份工嘅屌你咁十零萬、十萬、百萬，喂我真係唔撚屌你噶喎。因為點解咧？唔撚傾向，好唔方便啊！一個唔覺意嗱，我唔知個制裁行到邊度啦。如果好似而家即係嗰啲就一般啫，冇乜力嘅，係乜蘇嘅啫，即係做下蘇嘅啫。嗱，老實講，我同你講，即係可能有啲網友唔啱聽啦。如果係阿 Trump 上翻嚟，我相信嗰個制裁就佢一係就唔冇，一係就冇，就會勁啲嘅。同埋即係你咁耐，你都即係。英國、歐洲都冇跟你最撚慘就呢樣咯，好彩好彩呢樣我哋都要等，即係呢啲我哋啲咩，但係醜咯，係嘛？嗱，我啱啱睇我原來仲有成3000幾蚊美金喺度，我要嗱嗱聲搞諗掂佢啊！如果唔係咧，啊不過唔係喎，唔關我事啊，定唔係制裁我？好嘢啊，唔揾到啦啊！好地地，即係如果俾我，即係講如果係我啫，喂，我去做法官、做律師、做檢控，由細到大讀書。啊，咁啊，香港即係講過去嚟講啦，你都係留學英美澳紐嘅啫，係嘛？咁啊做律師翻嚟，然後就啱話美國佬制裁我，啊話我同牛仔啊，佢哋好嘢啊，英雄本色啊。咁另外咧，英國啊七名議員聯署就呼籲英國政府審視香港經貿辦地位，就話考慮關閉咧都係一個選項。咁我哋特別我哋唔特別講啦，即係報道留言算啦，基本上。即係個結果係點樣都睇到㗎啦。
好啊，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啦，我反而覺得你咪索性即係啊，到時如果香港冇個經貿辦嘅，咁葉劉話改變嗰個作用用途嘅，葉劉阻攻你咧，知唔知啊？唔係，香港政府冇承認過經貿辦做呢啲，但係佢自己講嘅嘛，自己，但跟住又暗出就冇嘢，主有，跟住又冇嘢講嘅喎。喂，如果我英國咧，會攞葉劉呢番説話咧嚟助陣香港政府真係做緊？唔係，佢你台面就冇。海底你唔知道，英國佬好撚陰濕噶，你唔知道而家會搞個乜嘢噶，好撚得人驚嘅英國佬。喂，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咯，即係簡單啲啦。咁啊，索性咧，我哋咧，即係我琴日啊聽阿郭博士個節目啊，喂，我其實我即係我未聽個節目已經諗到嘅，仲簡單啦。咁我哋咪喺中國駐英領事館喺曼城咁撚大，我因為我去過啊嘛。嗯。佢話喺倫敦嗰啲，屌你媽，整兩張台，係嘛？咁你一年而家話要使六七億噶嘛？嗰、那個經貿辦嘛，屌我俾六七俾兩億中國領事館，係咪佢喂即係大家一家權兩家著，屌你咪好撚方便啦、啊！電話有人同你聽埋，佢兩張台即係見埋佢哋做啦，啲職員陪佢做咧。係啊係啊，喂嗱唔好咁嗱，我咪後冇同你講，我真係覺得好撚得閒。係嗱，話説咧嗰日咧，我去到呢、這個曼城領事館門口，屌你嗰度咧點解閂？屌你有冇閂撚咗大門嘅？跟住咧，屌你畫撚咗一幅圖喎，寫咗簡體字。屌你咩？請從後門進入我嚇。咁撚神秘？係啊，前門好撚大嘅，即係你知領事館啦。屌你咩？兜去後門咁樣喎。點解要行後門啊？個後門咧係兜人哋啲民宅嚟嘅，咁咪唯有行去後門咯。好啦，然後對面咧拍住份，真係我真係好覺得好撚靚啊！應該係寶馬嚟嘅，我而家唔好記得，係金色嘅寶馬。哇！咁色揀金喎。咁啊，唔代表係領事館啲職員嘅，我覺得 OK。咁我兜去後面入嘅，咁到留翻嚟慢慢講啦。嗱，都好宏偉噶嚇。好啦，睇下講埋呢度先。嗱，呢度緊要啦。英國內政部琴日公布最新嘅 BNO 簽證申請數字，佢話今年第一季一月至三月嘅申請宗數係10737宗，咁多唔多咧？嗱，對比㗎嚇，較舊年嘅第四季。即係舊年嘅十月至十二月上升一倍，因為舊年第四季係5400多宗啫，上升近一倍啦。OK， 到今年三月底為止咧，英國當局就批出咗20萬1877宗。OK， 而當中入邊咧有接近150,000人咧就已經去到英國啦。嗱，根據內政部數據顯示咧。2021年申請 BNO 簽證的有96418宗，2022年咦穩定一點，57137宗，2023年37585宗，全年2024年的第一季呢就竟然有10737宗。咁如果用呢個數字去推算，喂，今年會突破咗舊年37000多宗嘅咯，就變咗40000多宗嘅咯，啊，咁會唔會咧？啊，咁我唔知啦。咁大家可以想象到點解今年第一季會突然間多翻人啦，多一倍喎。嗯，咪立法咯，23條咯。嗯，啊，咁你而家譬如話我哋蘇花見到23條冇做嘢喎，會唔會令到嗰個申請 BNO Visa 嗰個啊速度慢啲咧？我覺得會嘅，我覺得會嘅。啊，咁但係。是慢啲啦嚇，你個經濟繼續咁樣搞落去，啊又或者而家你睇下啲歐美嗰啲啊報道係點樣報道你呢單嘢嘅時候咧，唉真係好難講啊！唉，屌你真係冇撚曬希望啊！嚇、嗯、好啦，咁啊佢咁啊，直到今年三月啦，累計啊，英國 BNO 簽證喺英國嘅境外累計申請有170000多宗，咁當然有啲係到達英國，可能嗰時 LOTL 先申請啦。咁啊，夾埋就201877宗，差 almost 150,000人已經 man 咗啦。咁啊，仲有幾萬人咧係申請咗，不過冇去報到，即係 land 啦，或者唔打算去，有啲人申請定先都唔奇嘅、嗯、啊。咁但係你話如果係得10多萬，咁啊有啲人咧，其他啲網台我冇去細讀佢哋啊。他們又說推斷到100萬人走了，真的很實實似的，我的朋友都這樣說，我心想100萬，你看那條街這麼靜，那條街又真的很靜的，
但你話100万人，我要去擺啦。你譬如呢度，你英國內政部10几万人啫喎。咁有啲人，有啲香港人長期喺外國讀下書咁都有嘅做下嘢。咁加拿大咧，咁加拿大你話有幾十萬香港人係即係有加拿大護照係唔奇嘅，但係咪翻曬加拿大咧？係嘛？咁我覺得如果由2019年或者2020到而家咧，政府嘅數字就話你走咗啊，佢又翻翻嚟添啦，30几万人政府數字。咁有啲即係有啲啊高才通啊嗰啲啊，又填補翻埋，好似上次我哋報道。我睇嗰啲報道話已經係即係香港嘅常住人口有700几万，咁但係你記唔記得咧？早幾年當自由行最盛嘅時候啊，嗰陣時我哋睇啲報道咧，話香港嘅流動人口加埋常住人口咧，嗰陣時講緊成1000万噶嘛，你有冇印象？嗯，咁你如果而家流動人口加埋常住人口得700几万，咪冇200几万人？咁我肯定冇落冇咁多啦，當然你遊客係少咗嘅，係嘛？咁但係咁呢啲咧，你咪睇到經濟點解差咯，消費點解要疲弱咯，都唔好淨係賴翻大陸啦。屌你，即係我去到英國，周圍都係香港人，嗯，去到邊度都係香港人，有樣睇咁啊，睇就知啊嘛。啊，咁啊，尤其是你見到嗰啲餐廳啦，哇！呢間叫做廟街乜乜，嗰間跑馬地乜乜，呢間黃大仙乜乜，個個都。即係有呢啲檔喎，九龍冰室啦，有一間我會介紹喺曼城，即係我啲老友記嚟嘅嚇。九龍冰室，鄭伊健，哇咁撚熟嘅，咁啊諗一諗，咪啊阿谷寬同鄭伊健領銜主演嗰套九龍冰室幾好睇㗎，嗰套古惑仔戲嚟講幾好睇嗰套。OK， 好啦，真係。